OK， 比赛继续。现在，孙悦教练做出阵容的调整，而这边杨明教练没有变化，李阳在中间对抗，看看给到切入进来，远端装在，没有命中篮板球。哎，对，哎，来各位，这时候继续来给杨明阵营加油，杨明队，杨明队加油，不管内外线。突破崩这一下你只要顶住了他就没有后续的动作了。杨导心平气和，现在杨导有那本书动气就输一半啊。防上去，防上去，防上去，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，就一直掩护。中间过渡给到陈金凯，快速的起速，再给到董梦超在底角位 yes。陈金凯突破不看人传球给到底角董梦超，三分发难，彩虹进球。比分来到个位数，防守防守防守，21-30，扭脚扭脚扭脚，硬一点，扭脚五号位下顺了。李阳过掩护，这时候李阳来到场上，他的作用是起两人的夹击，中间被大东盖掉，大东强硬防守表现。大东在场上确实有用，你发现没？大东跑起来就厉害，防守面积大。不是他在这站，路易桑他俩怼不动他。太宽了，站的位置。大东今天打赢加鸡腿。再防一个，再防一个。八秒，看看 BTB 队能不能拿到第一次在下半场的得分。给夏云，又是失误。董梦超往前推进，别急，看看怎么给球。周小天再给董梦超，非常冷静。董梦超再来一个。董梦超左右开弓，连续三分落下，比分现在只差六分了。奇迹出现啊！哎呀，我觉得是岳哥太轻敌了吧。一开始让李阳他们上就好了。三零。好枪！好枪！呀！好枪！上头了！好枪！好枪！李阳在这儿，然后王增杰挡，在这儿挡一个侧面挡拆，然后那个陆毅桑在这儿等着接球。上篮，然后庄站在这儿，然后范宇轩在这儿啊。站长啊，他俩战术，第一个他打二，嘣嘣转一阵，一个背掩护的这个位置，不管这是谁换人，这个人直接防二就解决了。第二个他打牛角，李一阳不是投三分的类型，他这四号位他也不投三分，四号位来垫，逼着他是把这个球让他传回到这个位置，明确吧？加油，没事，别着急，加油。陈一凯，李一阳如果防他，你多拿球打一号位。好，来各位继续比赛，现在在宁过后，看看防守，比赛已经从20分的分差来到了6分的分差，连追14分，让他投没关系，看看这次王增杰的两分球投大了，勉强篮板，何小天拿到，看看何小天迅速往前，找人，慢点，这一下董梦超拿球在手递手，打二，何小天在中路。何小天在第二节上来连拿4分，帮助球队吹响反击号角。大东的掩护，站在中间，何小天再调高弧度，大东拿到进攻篮板，强打没有无误。何小天又拿到，再抛投一个，漂亮！何小天在下半场。挺身而出，和场上队友追赶比分。亚庄在没有出手，现在已经来到了4分的分差。董梦超过去，李阳在中路判断，再传进来，来篮下一打三。哎，有机会大胆投，没事儿。第一罚罚中。这个王增杰，你不要管他，你就站在这个位置，懂我说什么意思不？明白。开始干扰，3、2、1，干扰！
也中。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在比赛开始上半场的四分钟内打了一个15-2，绿队。提前搞钱。钻石，老天，走钻石。下半场来出任场上的控球后卫一号位，面对李易阳。这个掩护给到韩德龙。韩德龙和董梦超都有三分的表现。那个董梦超继续投，这次篮板球状态拿到，给到中间。看看李易阳的运筹帷幄，犯规可以犯规没关系。再往中间给，这下又是成功的抢断，球传好啊！高天往前推进，看看高天中路突进来，造成犯规。好嘞，高天确实啊，确实可以啊。哎，曾杰上去，现在就他投，掩护吃了。往远端给，大东拿到，这下要接一下，给到陈凯，再找到韩德龙，看看突一步进来之后犯规。哎，水，快！大东加油，大东！来，喝完给哥，哥给你盖上。渴了叫我啊。我们的后卫啊，他现在调给前锋，因为呢，每次塞给中锋的时候都会失误。李易阳。突进去的时候多往外线咱的投手看一看啊，内线他们打不进去，有大东呢。一罚命中，好球。第二罚也中，完蛋喽，这个分差越来越小了。啊你要上一早赢了。我超哥这法兰头漂亮，超子第二罚没有罚中，现在29-32。哎，回头韩德龙，这下李易阳把球带到底线的位置，再给到远端，看看冲进来，打板，这次轻了一点，董梦超把篮板拿到，转移，快转移，走了，何浩天，看看何浩天在中间的位置，再带出来，再来，再走，左，直接打开了，不用左了，掩护，拆给大东。看看大东冲击篮筐，大东，何浩天连线大东，口袋传球帮大东推进到篮筐，篮下帮大东只差一分了。哎，如果没有那三分加分，我们现在是领先的。对呀，20多分被追回来，这就有点哪里出现问题了。暂停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但是我不能现在。还有两个吧，一样。防守，你无法想象这样的上下半场。防守，令人惊奇的判若两队。这边 BDBO 队要需要做出表现，他们是上半场疯狂得分的那队，但他们也是下半场无法得分的那队。在路线上就行，对。李阳怎么组织？陈林凯在紧紧的贴住，这下自己来。篮板，陈林凯拿到，这是一个反超的机会。陈林凯中间运过来之后，找到董梦超，这边不着急。来，董梦超底线运进，再给陈林凯，何浩天转给陈林凯，突破，反篮，犯规，哇！来吧，掌声送给阳明队，这太让人惊奇了。杨明教练这时候坐下沙发上，舒服地喝了一口水。来，大龙，快喝水，大龙，快！曹芳现在已经发生了
场下啦啦队队长给递水。可乐给我眼神啊，兄弟们。换人。你去换人。换人。冠军。